娱乐至上，小歪解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YSL 魔争霸三第一天比赛直播的比赛战报，那也有官方的一个直播，也有官方的一个视频，当然还有这边普通的一个解说的一个视频，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也可以看了直播再看视频，也可以不看直播看只看视频，也可以只看直播不看视频，反正就你任君自己选择，好吧。好，这边我们看到是人族的鹰匪，然后这边是双敲开局的，这样应该是大法师的一个首发。蛋总这边的话是精灵，然后将 BR 丢在了这个工兵营地边上，因为 YSL 是一个单循环的一个赛制，也就是说你跟某个选手都将至少开战一轮，这样的话比较的平衡吧，反正你实力怎么样，那你就是看你的一个表现跟发挥了。而呢鹰匪这边是大法师，没有任何的问题。最近的话店里跟上视频也说了，是在冲击三轮冠，然后重点是推荐一个88块钱包邮套餐，对吧？我称之为全肉类套餐。当然其实我们应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跟我说你只跟我说是88块钱套餐，然后你跟我说有很多肉，什么东西你都没跟我说，你这个广告做得太不专业了。我后来思之又想，后来我就跟他说了，其实这两天呢心情不太好，没想到这一茬，然后呢后来我就补一补啊，补一补知识。一共呢是五个产品，一个呢是牛肉腐都出来了，我们看牛肉粒，然后猪肉腐，然后是鱼豆腐，大包的那种鱼豆腐啊，不是小包的，小包的1.2元那一包，大包的啊。然后的话是那个法式烤浮条，蹄子尾，沙琪玛，对，主要其实核心味就是沙琪玛，蹄子尾沙琪玛啊，和前面都是形容词，没什么用啊，或者一些修饰词。最后的话是一个湖南特产，对，山椒味猪脆骨，这个东西我自己还没出过，我回头自己弄两包吃一下，味道怎么样？好，那也是，对吧？冲击一下三蓝怪，感谢大家支持一下。好的，我们看蛋总这边是，其实蛋总这场比赛出过我们那手倒有点没想到，经常不是这边出女王了吗？好，大法师这边过来是先把这个点给练一下。蛋总这名，哎呦，如果说这场比赛出女王的话，又栽进去了，出我们那手又不一样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哎，这也就是一个巧合啊，人生的。鹰匪这边看到这个，哎，打一个这玩意儿，心里面很开心。哎，你看。当然反过来说，恶魔猎手这边也会说嘛，你要说恶魔猎手拿个大蓝瓶肯定也没什么用嘛，对不对？但是你想待会儿至少给二发英雄才有用，一般来说前期有可能会卖掉，也可以留着。那但是如果说涡轮的话不一样，我说这个大蓝瓶简直屌炸天。所以这东西也是讲人品，也是讲一些比较，也是讲一些命中注定吧。不过大法师有个抗喵带也是有点猛，大法师这边好像似乎瞄了一眼，瞄了一眼以后发现啊，大我第二期首发，好吧，不跟你啰嗦。下面不跟他开荒之心昭然若揭，这个昭然若揭里面这个昭啊，是不是跟司马昭有关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不对？那这个昭然若揭那个昭跟那个司马昭的昭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啊？我只是这样一个就是好奇一个提问啊，这不是说我是确定啊，我只是这样好奇。好，这边我们看到这个黄皮跟这个 IC 过来想要点这根塔，那这样的话两个穿刺的话始终是保持压力不大，对，这就是你三个就不行，两个就可以，这就是一个平衡点。所以魔争霸三这种战略性游戏它是很讲究那个时间点，或者很讲究那种平衡性的。好，我们那时候这边买个单船吗？将大蓝瓶给卖掉，买双鞋子，买个单船，敢不敢进去？我就问你，你要敢进去才是真男人。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风矿的话练得比较舒服，我们那时候现在赶过去有点来不及啊，五级怪都练完了，我们看到回二。对，那这样的话，哎，你还真别说啊，这套装备就专打涡轮，我跟你讲，专打涡轮，这绝壁是专打涡轮的套装啊，回二加这个抗喵的打涡轮专用啊，对不对？毒标减伤害，然后又回二，这真的是打涡轮套装。不过是打了一只恶魔猎手，这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比较奇葩的地方，不巧。好，三个 AC 加一个小黄皮，然后家里面圣塔倒是已经有了。蛋总这边现在家里面的情况是二本科技已经到升，然后并不是那种一本的女猎什么弩车的路线，想靠前期一些穿刺部队跟他搞一搞压制，对，压不下来，对方有一根小塔，现在已经有五个穿刺了，猛还是很猛的。啊，另外一边这边的话先补了一个伐木厂，资源很缺啊，之前因为是在修这根塔，所以呢也是浪费了比较多的时间进行一个采集木材。我们那时候现在是在那边淡定的在那边站一会儿，然后等待二本科技完成。蛋总这边可能还是想着待会二本科技完成以后，不管来个娜迦或者说来一个熊猫这样的英雄都觉得可以。
好，这边一个 IC， 哦，这个 IC 的操作弹总出现失误了，操作有点慢。对，抽了一下大法师，因为表示你失误的话，我绝对是不会给你面子。一二三四五个福特曼加三个民兵直冲出来，这波打是肯定打不过，跟你耗点蓝。然后的话，阿姆科技是秒秒钟就完成，完成阿姆科技以后呢是见真章。我看对方福特曼蛮多的，然后你自己穿刺部队也并不是特别多。现在看一下这个弹总似乎并没有补这个猎手大厅啊，那看来那家无疑啊，对，那家无疑，对，那家无疑。没有补猎手大厅，这是肯定是那家。这边我们看到奥姆猎手过来是搞这边的一个农民。那现在这边塔斯还要一段时间才好，大法师跟着福特曼过来支援一下。他这边是一个 AC 加鸟德的一个 rush 打法，这边是单船过来走过来。那你这边这个民房有点稍微扛不住的民房得修一下。好，现在是全是穿刺输出，一二三，两个黄皮啊，这穿刺输出很猛。家里面的话，哎，这个啊，他那个 BW 补在哪里啊？哦，补在这边，切过来才看到，还真是补的比较巧。好，现在的话，这边鹰粉终于开出两矿了，比较难。木材资源很短缺，只有15点木材了，对，这木材很缺。农民拉的太多了，一直在那边拉民兵，变来变去，跑来跑去，这个其实很伤自己的资源。但只有6点木材、4点木材、1点木材、0点木材，这边农民停了。这开矿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你只要让我把矿开好，待会儿我就直接爆福特曼也行。顶住福特曼一爆，哎呦，这样的话祭坛也被拆掉。这边蛋总是被对方两线夹击，鹰粉这波打得非常漂亮，两线夹击过来，蛋总这边先往后撤。继续的拖延一下时间，然后这边的矿呢是又修起来，对，但是这边农民的木材应该依然是不多，只有30多点木材，全部刚刚变了一波民兵才攒了点木材。哎呦，继续往后扯一下，蛋总这边的鸟德什么时候过来？小精灵也是拉上，BW 还早，还研究一下自然祝福。只要你这边的一个这个逃跑的时候追击你是绝对没问题。那家的兵舰外加你本身顶盾跑得非常慢。这个主基地啊也是已经非常光棍了，只有一个基地加三个民房加一个防御塔，非常的有压力啊。然后这边矿现在是开好，赶紧的是继续的补点农民。这个时候的话，农民不嫌多，绝对要多一点农民，哪怕实在不行福特曼是绝对不要听，哪怕双臂福特曼我就觉得有必要。对方居然搞前期打法，那你就要往前期方向跟他拼，只要你前期顶住，对方再转小路的话，人族机会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们看到小精灵也是出动起来，他准备可能要干点比如说重点 BR，我是看到他很早就研究了这边自然的祝福，有可能会中 BR， 对，他又没有 BP 可以中。哎，大法师这边看到这边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这颗 BR 应该是否掉。好，另外一边我们那时候加的那家是去练了一个大点，然后宝物是人品书，这三级我们那时候就问你服不服，这人品有点稍微屌的呀，这三级我们那时候这人品书经验之书，太爽了，三级我们那时候到位，一人面罩，大家这边也是吃一下吧，大家吃一下，两级多，两个灯控一下视野，然后的话防御塔这边只有一根，第二面的话补了两根箭塔，然后农民数量非常多，不敢升级阿本科技，补了个高达，买了这边的一个驱散掉对方的这个水元素。然后我们看到大法师现在被中了减速，赶紧走，大法师的血耗一点倒是无所谓，你打我大法师最开心了，我今天就给你拖时间。好，砍 IC 又砍掉一个 IC， 大法师这边单 TP 一下福特曼顶上去，福特曼一起来，赶紧靠拢靠拢，感觉有可能要带不回去，而两个没带回去，悲剧了，就感觉好像有点带不回去的感觉。一个福特曼机智的往后面溜，但是立马中了减速。蛋总这边表示说你要玩机智没那么容易，这波部队很多啊，现在我们看到50人口整了一波纯远程的一个输出部队，这个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对，输出很猛，但是特点就是有一个弱点，就是很脆弱，很怕对方的民兵冲出来，这民兵冲出来根本顶不住。但是如果说你民兵冲出来以后往后撤的时候啊，很有可能会被对方的这些这个远程部队给操作，黑天之望，或者说通过这个减速，泥人的减速啊，或者那家减速来粘住你的单位，你根本走不掉。所以的话，你不要想着逃跑，你只有一条路，有进无退，有你无我，生死一条线。大法师如果有钱的话，买本团部吧，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然后的话，一定要买出很多的福特曼跟这个民兵，民兵全部拉起来，鹰飞这边的压力非常大，对方的部队太多了。但是这个拉扯一定要有方向，一定要注意好时间点。如果你冲出去就冲几个农民出去啊，基本上这一轮就死一个，一轮就死一个，冲出去没什么用。但是你又不能不冲，你不冲的话就人家无限模拟的血量也不行。大瓦斯现在是只有一个水元素，对方黄皮的话我记得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好在对方的黄皮只有一个有蓝，其他都没有蓝。我们的手下进去，民兵冲出来，对，调整好阵型啊，继续我们看先点鸟德，我觉得鸟德可以考虑先优先点一下，点盾点起来，民兵全部拉上 ，AC 这边一个倒掉，就这边我们看到往前冲，插一下，
普这边该飞行操作就飞行操作，鹰飞这边操作要跟上，一个农民死掉，蛋龙这边一直在往后退，没关系，这个倒不是说打不过你还是这不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跟你操作呢。又点死一个农民，你看到没有？蛋龙这边这个操作，飞艇这边上去被他点了一轮，再点一轮倒掉飞艇。好，现在鹰飞的民兵全部冲上去，一本往后再撤一下，对，蛋龙这边一直在撤，一直在撤，但是鹰飞的部队再追的话，差不多到时间了，对，你战斗力要到点了，我们看到。好，再往后面撤，鸟子再往后面拉，你那边经验啊，就开始收割经验，我就差不多是时候收割了。农民伯伯已经变回来了，我们看到这边蛋总应该是可以要往后反击一波了，大法师被抽干，好，开始反击蛋总这边，因为看到你这边民兵已经变成农民，对，那这样的话鹰飞这边也是很自觉，该 TP 就 TP， 这个时候你再往前冲的话就是送经验的节奏了，赶紧是 TP 走人。好，这样来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波的话鹰飞也是勉强又一次顶住了，然后立马补了一个商店，商店补好以后的话要选择出二本的建筑，然后补好这商店以后再要拉民兵再顶，因为现在这个家还是有危险，我觉得深山本科技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吧。而另外一边蛋总这边是铁了心的要一个鸟德加 AC 的一个 rush， 不可能再转什么其他的一个方法，现在这个塔一定要修啊，没有农民，哎，绿皮这边是被点死一个农民，这边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修上去，那这样的话这边的这个圣塔是被点掉了。好，冲上去这是强顶啊，鹰飞这边还在补给一下，补给好以后再去回去跟对方继续干，买了一本 TP， 然后的话速敲一下自己的一个神秘圣地，待会儿可以出点破法和牧师。安雄是三丘，鹰飞这场比赛似乎找到一些感觉，因为现在的话一旦三丘大部队也在的话就好打一些，但是对方的部队实在还是太多了，前期真的是死掉不多，人族这边民兵跟着三丘一起杀出来，我们的手挨了一锤，对，水元素第一时间被点掉，一个鸟德阵亡，再往前吹，对，我们蛋总这边是非常的老习惯，肯定是你民兵上来我就撤，你民兵上来我就撤，而鹰飞这个时候呢也是不上不下，你要是往后走的话对方肯定要追你，一个农民又被干掉。好，点这个泥人能不能点掉，黄皮这边应该有机会死掉一个黄皮，干掉一个黄皮，又锤住我们的手，对，这边我们的手被打残，你这边有保存吗？没有保存，有本团补，团补还可以继续支援一下，泥人再往后扯一下，我这个蛋总这个操作啊真的是又点死两个单位，一直在点你 AC 死掉一个。好，顶盾还是有点无敌的，但农民这边还有两个也要死掉，两个农民又死掉，对，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泥人依然是没死，还有两百多点蓝，一锤锤掉一个牧师，锤掉一个这个黄皮，山寨牧师。好，这个牧师这个黄皮也死掉了，这个对不对，其实这套打法有点火枪加那个牧师的打法，有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以前记得亡灵也有一套叫蜘蛛加上那个这个叫女妖还是什么来着，也是那种类似那种火枪加牧师的一个组合，他这边就是 AC 加鸟的，然后输出再加这个黄皮的话就是一个牧师角色，加血驱散都是 一体化的，都是一样的效果，但质量上可能差点，加血的量也没有它多。好，但是黄皮有个特点，黄皮是穿刺攻击啊，输出还是比这边的一个牧师要高一点，牧师毕竟是一个小法师。哎呦，回啊，这东西极品啊，这个部队里面唯一的一个主心骨就是他，他在前面顶，哎，有了一个兄弟，好基友来了，胖哥。对，说实话这边的这个胖子啊跟这边欧盟六手两个人就要手牵手在前方扛起妹子们的一个希望和未来，你们两个人顶住了才有未来，你们两个顶不住就没有机会。好，蛋总这边似乎要转型了，他觉得自己前期没有能够 rush 下来，已经有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好在自己的部队前期也没死掉多少，鹰飞这边刚刚也是三本科技是否掉了，没有敢继续升下去，这边三丘是过来练一下这个孤弓兵营地，鹰飞也是有点虚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农民，真有点虚，对方这种强攻有点猛。IC 这边是700马，哇，这个部队质量数量非常多。那这样的话，蛋总这边也是开一个两矿。大瓦斯跟山丘呢是再把这个典韦练完，然后的话 TP 回家。这一波的话，民兵再次出动，因为这场比赛的民兵啊也是这一而再再而三冲出去，一个死掉，冲出去两个死掉，冲出去三个死掉。山丘有点危险，往后面扯一下。这农民这个时候就是真的经验，你说，哎，就高达被对方给起火一轮两轮，再见。胖子那边还在顶着，胖子跟我们的就是，对不对？大哥级别的人，我在那边扛的，850点血的胖子被打死了，我们的手775点血还没有死，又是一锤给到我们的手，我们的手这边现在已经是有点残血，不过我觉得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还能再坚持一段时间。当心三丘的锤子，直接选择 TP 走人。好，这边，哎，这，哎。最后时刻鹰飞这边又搬回了一个黄皮绿皮跟这个鸟德，对，那这样的话这一波我们看到蛋总的
黄皮绿皮啊都已经死光了，然后的话只有 IC 跟鸟德，那接下来家里面是准备转这边那个小鹿，他知道这场比赛就这么 rush 下去的话可能是一条道主的黑了，根本是 rush 不下来。而英飞现在是转型出了自己的一个男女巫加上破法的一个组合，小炮在里面，那这样的话是八十人口万金油的一个标准配备，感觉只要到这样一个竞技的话，感觉蛋总这场比赛已经不好弄了。对，你这边这么 IC 加鸟的根本打不过这个男女巫加破法加上这个小炮的一个组合的，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上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蛋总这边的一个转型啊还是比较的及时，提前转型到了这个待会小鹿，三个支持虎术两矿也算是你开好，这样的话只要两矿经济的话给到蛋总一定的发育时间，还是能够顶一顶，甚至上面再转一个熊也不是未尝不可。对，未尝不可，真不是说不可以。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山丘是三级山丘，英飞的练级还是比较顺的，然后小炮也来了。另外一边我们看到恶魔猎手跟娜迦啊，娜迦显然并不是一个后期英雄，这边过来要插对方啊，没插到，再插一下插死一个，这真的也是比较贱，锤住娜迦，抽一下这边的山丘，单传被动晕敲一个出来，有没有被真是敲出个被动晕， nice 不 nice 我就问你，再抽一下，这样的话逼出一本 TP， 这运气啊也是很关键，人生真的是这样，有些时候人生不搏不精彩，赌一把，对，赌一把。当然了，有些人说我一定要赌一把，买个彩票，买彩票倒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但是你不能把身家性命全赌在买彩票上，这个是不靠谱的。对，的确有这样的人，有些人沉迷于赌博，有些人沉迷于喝酒，有些人沉迷于酒色啊，有些人沉迷于色情，有些人沉迷于那个赌博，对，都有很多啊，什么中彩票都有。当然还有一些人沉迷于解说，对，比如说小白沉迷于做解说啊，还有一些人沉迷于看视频，还有一些人啊特别逗，沉迷于吃肉松饼。对，吃肉松饼也是一个，也是要注意的呀，吃多了也不好啊，同学们，这说实话，你一天吃个几个是没什么问题，你一天吃几十个，这还是有点太多了一点。双回啊，就问你服不服？两个回啊，加血效果特别好。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英飞的万金油八十人口部队似乎已经是慢慢的成型，不过好在人口还是比较偏低啊，这个看了一下只有59人口，这个质量还是有点差，但是他面对的是一波质量更差的一个部队，就全那些小鹿跟 IC 加鸟德的一个部队，所以现在蛋总的局面是非常不利，这一波的话一定要利用好自己的小鹿的一个穿插，对，这一波一定要利用好小鹿穿插，如果小鹿这场比赛不能穿插的话，蛋总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跪掉了。其实也做过很多场那种 IC 加鸟德 rush 然后最终再转型小鹿的比赛，但是只要你前期没 rush 下来，后期你就很难打，因为你这个部队啊，你 A 了吧你没部队了，你不 A 吧这质量太差，而你选择娜迦这个英雄也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前中期，对，这个英雄后期并没有像熊猫，你说要是一个五级的熊猫加一个五级的恶魔猎手，外加什么智力加六外加一人面罩，绝逼不凶啊，就这个部队我觉得跟对方刚都可以刚，真可以刚，但是你这个娜迦就不一样了，没有熊猫那么猛，对，消耗能力没那么强，但娜迦也不是说也不是什么都不是啊，只是说娜迦这个等级没有对方的等级那么厉害。哎，这边乌鸦是飞起来过来侦查一下，他想要通过这种猛禽德鲁一样空投到对方小炮边上，然后的话跟对方进行一个致命打击，对，应该是这样的想法，对，你看，对，小炮这边第一时间拉，因为这小炮机智的很，这边三丘第一时间把娜迦给秒掉，这就是熊猫跟娜迦的区别，熊猫再不济也不能这么直接被打掉吧，对，我们看到这还没开打呢，这就直接死掉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猎手这边五级也扛不住啊。而另外一边这边 IC 点这边那个小炮，我们猎手这边又是个被动晕，而且没有保命道具，那这样的话这个要死了一个减速，那这个我们猎手已经死掉了，直接打出 GG， 还真是那么一回事，没有后期能力的英雄。我们看到其实从英雄等级上来说，两个五级英雄真的不虚五三的一个等级，但是娜迦你也看到了，见面被人家啪一锤然后就干掉了，什么事情都没干出来，对，这也是这个英雄比较无奈的地方，所以娜迦这个英雄比较的脆，这是他的一个一贯特性。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整个流程啊，前期的话蛋总采用了一个压制性的打法， IC 加雇佣兵啊压制这个蛋总家里压制英飞的家里面，而英飞呢，英飞怎么说，英飞家里面呢其实通过各种拉民兵啊，反正不管怎么办啊，就用我们其中话说脱了裤子绕腰吧，使出浑身解数顶住对方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然后的话等守得云开，对，然后的话慢慢的就部队就也有了，然后出了自己的二本的一个
法师加上小炮的一个万金油部队再打这边蛋总，而蛋总其实也预料到自己这场比赛就这么 rush 的话 rush 不进去了，对，然后的话转型这边的一个小鹿再转，可能再想要转个熊，是这样的想法，但时间上来说是来不及，英费这边是直接爆出了一个六十多人口的部队，一波将这边蛋总给碾压掉了。这个主要还是在于前期你真的没有能够 rush 一下这边的一个人族的话，人族这边反扑能力非常强，你没有任何办法。而精灵这边的一个转型呢，又是属于那种不上不下，就有些时候啊，鸟德这种打法要么就狠一点，就不要给自己有转型的空间，就这么打到死，实在不行的GG，行的话就行，不行就GG，就这么一讲，就有你我有进无退，对，破釜沉舟的一个魄力，对不对？是不是？当年项羽在那个打那个秦国军队的时候，就是用破釜沉舟这招方法将对方秦国大军给击败，一定要有这种气势，霸王的气势。对，好，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这场比赛的话，英费是拿下了蛋总，那我们下一场比赛见，我是小歪。